装潢是那个同学特别开心，投入的，哇塞，他的表情，哇，他整个进来，整个进来我们节目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说啊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跳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也那跳得不错，掌声再鼓励一下。不然还能跳一段呢。来了来了，怎么样？跳的怎么样？跳的怎么样？他把那个魅力完全展现出来。对，你会被他勾去。旁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第四位，欢迎我们的妞妞田八宝叶。欢迎妞妞，21岁，168公分，五十。哎呦。哎呦，我的妈！身材好好哦，感觉有角色。我们跟他走个台步一样。哇哦！哎呀，走了一个白毛的，来了个黑毛的。2015年，擅长多种舞蹈 ，sexy 的 dance， 还有民族芭蕾舞，哎，好酷哦！跳15年了，今年几岁啊？21。那21岁跳15年，那你不是5岁6岁就跳？6岁。啊、现在擅长的是什么？现在都是跳比较性感的，性感的，性感的。哎，是有在哪里表演吗？哇，在夜店当中，夜店的是。哦，他会10几种舞蹈哎。他这一定夜店呐、啊？啊？怎么说？难道会在书店吗？神经病，还有在哪里跳？对不对？在自助餐店。没有，有一些会有巡回表演，有舞团的。哦，曾经跳到怎么样？你知道忘我？啊，忘我会怎么样？那成了忘我，跳到只剩下一条内裤，自己不知道。你问他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就是我是穿内裤，然后外面是一条一条的亮片，然后跳了它掉了，然后我就抓着，可是抓着就不能跳啦，所以就让它去吧。然后就只剩内裤。Oh my god！ 会今天会以这样非常艺术的感觉来呈现。不会，想都别想了。你在期待哦。我跟吴迪已经一直忍不住在望他的后头。哎呦天哪！不是你要看仔细啊。有紫丁啊，紫丁。对呀，怎么会这样？紫好伤害。紫丁香，紫丁香。臀部曲线是他的绝招，能在上面放茶杯。也太翘了吧！怎么样的放法？怎么放啊？一杯水？假的，可以放。